他是一位来自瑞典的 AD 选手。嗯，继续说吧。哎 ，LEC 了吗？瑞典是哪个赛区啊？不知道，瑞典，不太知道。在成为电竞选手前，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。有这种人吗？我猜错没问题。足球运动员。他的队伍曾在世界赛小组赛零杠四的情况下最终出现。继续。零杠四 ，Cloud9 的吗 ？TSA 哦，那个 Double Lip 是吧 ？FBI 吗？他的外号和国内一位 AD 选手有关。Sneaky， 哎，跟 AD 有关？不知道。跟谁？跟 UZI 有关吗？不是 UZI， 是另外一位比 UZI 还老的。还要老的一位选手，微笑，欧辰。Reckless， 跟古不是，我说他外号跟我们有关的那个，是不是退役很久的 AD？那个什么欧辰，哎 ，Reckless 吗？反正有零杠四过吗？哦，好像有。哦 ，C 九好像是零杠，只有零杠三，然后出现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个 Reckless， 欧辰，欧辰 ，Reckless，Fnatic 的 ADC 吗？他是欧辰吗？对。啊，